约伯记第十二章一节，约伯回答讲：恁真正是百姓啊，恁死无智慧也就灭无，但我也有聪明，甲恁一样，也无较输恁。恁所讲的，什么人唔知啊？四节，我是求救神，得到伊应允的人。竟然成做朋友所支持的公义完全的人，竟然受人的支持，安然的人心内表示在意，这个在意常常探讨卡丢达的人，强盗的暴病兴旺，压着神的人稳固，神直接将财物送到因的手中。七节，你去问走兽，走兽要指教你。搁去问空中的飞鸟，飞鸟要甲你讲，也是甲地讲话，地要指教你；海中的鱼也要甲你讲明。九节，看这一切，什么人唔知影是亚花的手造成的呢？凡画面的生命，甲人类的喘气，拢伫伊的手中。耳孔敢袂试验言语，亲像嘴试滋味吗？年老的有智慧，岁数多的有见识。十三节，有智慧甲能力在伫神，伊有计划甲见识。伊拆毁的就袂当阁起造，伊关禁的人无通阁偷放。伊将水禁止，水就干去。伊阁予水流出，地就变浅。伫伊有能力甲智慧。受诱惑的，甲诱惑人的，拢是属伊。十七节，伊将巫师、白沙抢去，阁予审判官变成戆人。伊偷放君王的捆绑，阁用大绑因的腰。十九节，伊将祭司、白沙抢掠去，阁请到有关联的人。伊废掉忠信的人的话。佮赌气老人的聪明，伊予君王受凌迟；佮偷窥有力的人的腰带，伊将深奥的事对黑暗中显出，予死荫显作光明。二三节，伊予万国兴旺，也佮毁灭；伊予万国开阔，也佮侵刷因。二四节。伊将地上百姓中的首领的聪明抢去，予因伫荒废无路的地漂流，因无光，伫黑暗中四界望，阁予因颠来颠去，亲像酒醉的人一样。